芥末是谁唱的？小王会啊。洋葱可以吗？洋葱和芥末都是很冲的，可是我只会唱洋葱啊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大王拨开我的心，要不起，不要。嗯，不会打的人起，不要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谢谢呐喊送的鱼丸。手游直播你不知道吗？怕死，怕死。这样子出吗？这样顺的。谢谢呐喊。谢谢呐喊。你们想听的歌呀，据说你存鱼丸就是为了点歌的，想听我唱什么说呀，一个笑话。谢谢鱼丸。我的二已经准备好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梅花好了。二，谢谢，一个笑话。假八尺，不再联系，没听过，不过也放给你听吧。忧伤的歌。好的，小猪仔去吧，好好学习哦。夏天 Alex， 小猪仔拜拜。这个要抢，果断抢，我还要名牌呢。不抢。我要名牌了。不加倍。不加倍。哎，不是我地主啊。不加倍。天不遂人愿。谢谢 DKMAYS 送一万。四五六，可以搞个飞机。嘿，弄个飞机好了。要不要出个尖子呢？出好了，不出，等着。喝酒，逼我。别逼我！挂，怕死！一个飞机我就要跑了。飞机，飞机！挂，挂！不让我过死给你看！炸弹！这也炸？你狠，你厉害！小明怎么了？要不起！太愉快了！要不快乐。骑着猪漫步，谢谢鱼丸。有呐喊，呐喊点的歌。不再联系 ，Alex。炸弹！出单我就死。要不起。为什么出单我就死？我只要插一张单子出去，我就赢了。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。哦，是这个歌啊。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手机，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，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。这些字幕都是自己自行刻在一张。怎么办啊？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，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。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，走到哪里开始回忆过去的放弃的所有。我要哭了，换了豆子，没有豆子了。快点，最后一首点歌的。对啊，我已经哭晕在电脑。去吧，我爸。告诉自己一场追忆，谢
谢 WZ。而你的答案也比较满意，所以我留下来也没道理。和你断了联系，不代表我不想。点首菊花残可以啊，鱼丸刷新，谢谢小清新送的鱼丸。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过去，我们过去的放弃与所有交集。有关就会当初没在一起，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，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。有没有啊？鱼丸刷起来，刷的最多的唱一首歌，最后一首，今天的。试着去忘记过去，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。快了，最后一首歌了，谁要点？来播鱼丸儿，丸子丸子来一个，封什么鬼？我人都在这里，怎么可能被封呢？笑着带过，谢谢鱼丸。笑着带过，谢谢鱼丸。笑着带过，目前是刷鱼丸刷的最多的人，可以点首歌。谢谢 L I N Y H 送的鱼丸。我看着蛮好的啊，你们磕呀，因为我机智的刷新了一下，坚决不给我下刷鱼丸是什么鬼。夏天求你别走，夏天留下来陪我。老日 QQ 号你够了，QQ 号是老日啊，你们不认识。要走了哟，要走了哟。这应该很卡。好吧，那你就帮他点一首《菊花》。风破是谁唱的？周杰伦唱的是吧？不太会啊。菊花台，这里在唱歌。我在门后站，无人可责我。一壶漂泊，浪迹天涯难入喉。你走之后，留思念深码头。花开就一走，谁在用琵琶弹奏一壶年轻？我没有为你，我没有为逗你们笑啊，混蛋！我很认真的在唱，好吗？琵琶弹奏一曲《东风破坎头》，琵琶外的古道我牵。为什么我平时讲话没那么喜欢动，然后唱歌就是感觉很容易动眉毛的？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曾小贤。就回忆思念手，前面我不是很会唱啊。时间怎么走，花开就一次成熟，我却错过。伤破了看见小时候，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。弹奏一曲东风破，枫叶将故事染色，结局我看透。就连分手都，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，都还很年幼。而如今今生悠悠，我能等候你没听过结局我看透。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。谢谢龙猫大人送的鱼丸，谢谢也这一辈子送的鱼丸，谢谢你们。我今天直播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明天见啊。许嵩的不太会啊。
我唱的不好吗？你敢说不好，拖出去打死。喂，明天见，明天早点来啊，两点钟啊，拜拜啊，么么哒。阿乔啪啪啪啪啪，么么哒。是呀，拜拜。好的，默许我拜拜。群号在屏幕。